音而已。我们现在有可以连线的吗？好像也没有，刚刚好都没有。嗯，没有。对，刚好都没有。好，这次书砍完就行了。鸡，我不杀你，就是为了让你赶快生蛋，你快生啊！赶快生哦，不生就杀了你哦，不生杀你哦。嗯，生了没有？生了也杀了你啦。不生也杀，生了也杀。对。欸，我们附近有丛林吗？没看到，在绕了。嗯。丛林有两个东西可以马上获得。哎，欸，对啊，是我虽然我刚刚常不小心把那个可可都看了，真的是看了大便。太坏了吧！他是真的长得很像啊，你不觉得吗？是这样说，但是哎，欸，对，我没有那样讲。哦，我好像找到了。哦，去吧去吧，对，去吧去吧。那这个鸡蛋我就先不蹲它了嘛，我就先去别的地方。蹲啊，要蹲吗？附近稍微看一下吧。哎，欸，他们都什么事吧？他们做什么？你们冷静点哦。走啊！这个他们也在丛林，还没丛林，赶快找可可豆，可可豆，先抢可可豆，先抢先抢！哇，居然被他们找到了！哦，感觉被找掉了。No， 他怎么会找到自己啊？对不起，我不应该说你是大便的。他离我们而去了，他离我们而去了啦！哀伤，待鸡下洞嘞！太高纲了吧？在他脚下挖，然后你一直带着他下去。对啊，欸，有没有那个，啊，红色蘑菇啊？没看到，我现在在洞里面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嘿，这里，嘿咻嘿咻，我肉烧好了没啊？肉好慢哦。这岩浆在哪里啊？我听到岩浆声啊。鸡，快点生蛋。哦，铁可以做什么？哦，铁好像可以做的东西有点多哎。对啊，可以挖一挖，赶快做一做。哎呦！教主不打蘑菇，妈有汤矮波浪哭。他们做了，啊，鸡蛋被拿走，太扯啦！他们拿到鸡蛋了。哇，你蹲了半天结果被拿了。哎呦，杀他们。哎，欸，我找到绿宝石，欸。啊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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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绿宝石。等一下。啊，蘑菇在哪里啦？忘记了。呦。哎呦。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。我决定下洞了啦，气死我了。然后这一洞居然就这样而已。再好哦。再给我。没关系，我猪，我先吃猪。好，你吃。吃猪不行啊，这里的洞都不大，我想要大洞。东西烧的是不是有点慢啊？绿宝石，耶，yeah ！黄金三个，我两个，刚三个，哎，刚好，刚刚好。来，我们的希望，我再做一个炉子，就在你身上了。好，看我这样。然后我继续挖铁。好，我这里也有铁。要先做什么？你先做最简单可以做的。国服。国服。对。或是熔炉矿车也行。嗯。我这边有挖到一些铁。好，那你那边几颗？你不要做装备哦。没有啊。好，我把我能拿的都拿一拿了。帮你 Q。是我刚刚拿的吗？哎。欸，我 Q 了没反应，有了有了有了，所以我刚拿到什么？刚刚是什么？好好狼儿，欸，你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吗？等一下，我升怪砖哦，没办法那个做东西，不然先做铁轨好了。金剑，铁轨吗？好，嗯，哎呦，嘿，嘿，那我就先做锅斧哦，请。等一下，差一个。哎，僵尸神太快了！哦，刚清完一批又一批。太过分了哦！国服，真快装挖掉。好。好。哇，火药也给太多了吧？哎，欸，火药可以做烟火啊。烟火是要加什么？纸。纸。加纸，可是我上去看有没有甘蔗。有。
有甘蔗，好，我上去，我上去。哎、欸，那个铁资源的，哎、欸，铁的是不是都用完了、啊？铁还有两个矿车。哦，两个矿车哦，那我要不要先坐矿车啊？还是你们在坐了？我在坐漏斗那个。哦，好。另外一个我可以坐。好好，那就你们坐吧。那我上去找纸好了。好。看看哦。找纸，找纸。哎呦，先做一个熔炉。甘蔗哦，这里我印象中刚刚是有看到，只要找一下。一手，再给我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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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再有了，再一个，再。干了，他们又干了什么事？不要青金石，不要青金石。哎、欸，熔炉矿车可以做，可以。好。现在大家都很紧张，都没办法更新啊。有更新了吗？还没。刚 Q 出去一张，好像没反应、哦。更新了吗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我这。哇，他们又一个了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更新哦。他们是捡那个。捡那个东西，还有什么钓鱼哦？他们钓鱼。嗯，干这做好了。好，好，那就更新一下。哎呀，更新个，更新个。哦，钻石，挖一下。那我帮你更新。钻石。好，哇哇，连线了，连线了，连线了，钻石，钻石，钻石，挖下去。我在挖，我在找。哎、欸，你在找？哦、我以为你是已经有了，你有了嘞！我刚刚挖到钻石啊！哦，我以为你连青金石都找到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的超青金石，超青金石！怎样？有甘蔗，可是好远。甘蔗，甘蔗，教主，你刚刚的当作没听到我八七了。我想办法游去甘蔗们、欸，所以只要一个火药加纸就好了。画面在抖内赔个罪、哦。可是你只要三张。我跟你讲，这边甘蔗中一排啊！哎呀，青金石！哎呀、哎，差一点，我的烟火！你可以在那个烟火做，你可以做啊，你可以做完，然后进进来放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要再做一个东西。上去吧，你要做什么？耶、yeah! ，好了，上去了。没有，那个是要抽墨鱼。小雨避开危险了。啊！结果小雨的力量无法扛住阿基哥杰。快！哎，我问一下，你们找到虫是谁找到的？我啦，我就是你不会敲慢一点哦，就差一点点哦。对啊，他有那个朋友之力，你不能阻挡他。可他上一场都找不到朋友。哇塞！哇，好，我先重整。好，所以现在全输了，还是杰克跟哈基吗？对，那等一下要不要杰克跟哈基分开啊？然后看谁是最倒霉的，那就杰克哈基先红色绿色选一个啊。对啊，你们俩红色绿色选一个，要红色啊。哎呦，不然哈基你随便点一个颜色啊。对啊，蓝色。哎呦，哎呦，水水有啊，好啦。那就换蓝色。看到他们一直输，没关系。那小雨跟狼儿先按一下黄色，就红跟蓝吧，红蓝大战嘛。啊，红绿哦，红蓝出 CP。红蓝啊，他选蓝色啦。各拿掉一颗啊，各拿掉一颗。哦，各拿掉一颗，对。我拿掉了，我拿掉了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就狼儿先抽。蓝色。好，我。蓝色的，换我了。蓝，红的，红的，小雨，蓝的，蓝的，蓝的，所以剩下都红的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我跟你讲，现在蓝队不得了哦，不得了哦，哇啦，哇，我们来看看，都没有跟喵妈同一队。哎，对啊，你们俩刚好都没有哎，对啊，你怎么还跟我在一起？你太激我。我们每一队一定会有一点相互。我们就来看看杰克跟哈基谁是最衰的倒霉鬼吧。哦，分通话喽。哎，
蓝队拜拜拜拜。而且最后青金十四，我想说，欸，我总算没有跟小雨一队嘞，也是这样子啊，嗯，哦，所以最后挖青金石那边是因为我想说，哦，隔壁有一块路，然后就面对墙壁直接挖，就挖到了。嗯，我一直在路上逛街，我一直在好奇这游戏是不是不适合。哎，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个甘蔗要这样先抢甘蔗糖，然后玻璃瓶，玻璃瓶，还有那个旁边有水泥。有要跨框要抢有物品展示框，第十可以拿那个打火机。嗯，哎，我刚刚等不到鸡蛋哎，刚刚是小雨等到鸡蛋，是说哎，欸，我捡到一颗鸡蛋喽。我们过去那边有谁要负责玻璃瓶？隔壁而已，我们水泥就在底下而已。我去找牛。那我打下面那个泥，那个叫这到底叫什么？挖盆。我挖石头给你，粘土。挖那个什么？玻璃瓶吗？挖炉子给你。熔炉啊，熔炉。好好好，那杰克你挖沙。好，开始喽。还没。哇！我看到牛在旁边。这要挖几个啊？嗯？你说砖块吗？这是一比一。就一个就是要挖三个啊。你要做花盆的话是三个，哦，他一次喷八个，对不对？这楼上在钻什么，啊？这个时间在施工。你们不是楼下那仓库在那边要装潢吗？仓库吗？就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看你们楼下好像卖租掉了。真的假的？哇，他们弄了什么？糖吧？有可能。对啊，对糖七，这样。然后展示框，好，你放那个碳，你放石头进那吧，放木头进去烧。好。哦，修两个。对，因为没关系，哦，他先弄。我是来得及哦。那我觉得那先烧玻璃比较那个。嗯，都一样啊，他们两个都一样的东西啊。七。有蜘蛛声怪钻哦。哦。烂。有听到很多蜘蛛的声音。好了，第二个炉子，这样子，还是莫囊要打一下，因为有灰色燃料。嗯，好，就是记得下冬前要打。鸡蛋还要等欸，嗯，欸，还要打，还要继续拿糖啊，看要不要种小麦不咯？你都面那个蛋糕？哦，莫囊。苹果，苹果还没人拿，我来找看看。花盆我拿走了，你拿走了？不是啦，我坐走了。哦，然后我紧张的时候特别容易讲错话。苹果，苹果，苹果。那我也去打加入苹果行列啊。苹果，苹果。我们这个就是苹果啦，打树叶就好啦。对啊，我再打。因为这个比较凭运气。嗯。苹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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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苹果。哎，刚刚不是有说蜘蛛很多？哎，我拿到了。刚刚不是有蜘蛛很多，啊，钓鱼啊？我在找，我在找。嗯。苹果拿到了。繁星有多的石头可以给我吗？等一下，我再挖。好，挖到了。嗯，你要三个对不对？对。在哪里？炉子上面。炉子上面。好好好，拿到了。我想去看一下有没有沙漠可以弄那个。地洞底下的话，好，我要下地洞哦。好。好。有点可以送我这个下，我找到那个蜘蛛了。蜘蛛。我们可以钓鱼。左转，哎，这边。哦嗨！哎呦，你怎么挖这么近的地方啦，啊？哎呦，还上不去哦！哎呦，你怎么这样子啊？反正我挖一个炉子走。你不要挖到我在那里烧的哦。没有没有没有挖到那个。哦好。我去游泳了。不能游泳不是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去坐船。我今天疯狂讲错话，啊。哎，里面没有箱子哎。隔壁有。那人拿线了。
还有梅香子啊，有。那个长的沙漠上长得弯弯曲曲的树，是不是就是我们要的那个相思木啊？对啊。好，有。挖掉。要挖掉吗？其实用不太到哎、欸，线够了吧？挖掉。够了，六条。旁边好像还有别的。啊，他们已经拿走那个那叫什么啊？杰克先钓鱼吧。我先钓鱼，先钓鱼。嗯。他们又多了一个是什么呢？啊，我要弄的都被他弄走了。这次有要西瓜地形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那就沙漠地形没用了。嗯，攻。